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剑会的暴力对决啊。这场比赛两个看点啊，一个是观战方这边上了一个双龙宫啊，一个是对战方上了一个立地斧啊，有点意思啊哈。这个我喜欢啊，就喜欢这种花里胡哨啊，天天看狮驼加神木，狮驼加魔王，哎呦。那观战方这边上的是一个武装冠的丹凤啊，配合着狮驼加双龙宫，开了一把阴阵。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立地斧加神木林的女儿国标，开了一把虎阵啊，也是被观战方阴阵小克了5%啊。虽然对战方开了一把虎阵啊，但是由于是一个女儿村的烟晕啊，也是顺利的拿到了一手全场的移速啊。再加上观战方这边变的是一个八蛇卡片啊，因为立地斧有一个特点啊，立地斧它得毒啊，才能使用那个6到5亮啊，能多挠一个啊，一旦他读不上的时候，6到5亮他只能挠一个啊，所以观战方这边也是对应的去变的这个卡片啊。你有女儿村，你有两个立地斧，变个八蛇卡，太香了啊，太香了。舍身取义啊，现在很少有人再变这个八蛇卡片了、金刚先拉一手。那观战方狮驼这边也是占了一个速度位啊，主要是抢一手物理系的速度，不过效果还不错啊，最终也是抢到，但是啊，他会降低一个伤害啊，毕竟没占一个伤害位嘛。我看了观战方这边啊，28号打了好几场比赛，一直开的都是阴阵啊，一直开的都是阴阵。那龙宫秒一秒，顶着罗汉，除暴击数据还凑合吧啊，主要是针对前排的宝宝。这比赛稍微有点长啊，我可能会在中间去啊，赛后剪辑的时候我会剪辑掉那么4-5个回合吧啊，没办法，本身是想把前边跳掉的啊，但是无奈前边打得太精彩了啊，双方第一回合就开始点杀，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女儿也顺利盖出了罗汉，莉莉佛开始飘飘漫天啊，对战方应该是夫子庙团队的吧啊，我看这个有个平反，应该是夫子庙的啊。龙宫直接起一手龙战于野，前排的龙宫再补出一个仙力的孩子，那观战方还是想针对对面的女儿村，都是善恶开啊，都是善恶开场啊。这两个团队的话硬件的话属于算不上，肯定算不上豪门啊，但是硬件也都不差啊，硬件也都不差的。小死亡想点杀观战方的龙宫，咱们看一下莉莉佛的手段啊，破血吧啊，以破血为主。莉莉佛唯独点杀的时候有点难受啊，别的倒还好。一层的漫天6到5亮有毒，可以再哎呦6400就有点小疼了啊，前排有善恶，可以再把观战方龙宫压一压，但是龙宫没有中小锁，狮驼憋死了啊，狮驼身上是有一个小锁，狮驼可憋死了。感觉对面啊6到5亮有点小威力，龙宫163再来163泰山压顶、哎、我就说别把狮驼给弄死了啊，狮驼163了啊，狮驼是无辜的呀，你们欺负龙宫就欺负，好好欺负龙宫啊，稍带手的啊，化生死赶紧活一口，6到5亮又来了，锤一下3200点了防御了。对面也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啊，对战方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观战方后排龙宫他是有龙战于野的，稍微给你抱一抱你也吃不住的。女儿选择了金青，那一定有人罗汉呀、
怪战皇也是一手金漆，对战皇这一波可以点啊，小扫再来点怪战皇这边的龙光，哎，肯定有人罗汉，啊，别人没罗汉的话，女儿他就罗了。这个时候罗汉还是要比金青更加的重要一些。可以点。哎呦，观战皇狮驼也有点秒过去有点疼，4600只打一下毒解掉了呀，啊，没有毒只打一下。1700龙宫再出牌163，谁，哎，死了死了死了哈。163是触发了3次。哎，这个龙宫秒过去有点疼，对面立地符倒地，哎，就喜欢看这花里胡哨的比赛，而且啊双方硬件又不差啊。现在我很纠结的一个点啊，就是之前也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啊，就是他们玩一些不一样的门派啊，或者是特殊的阵容的时候啊，豪门他不玩啊，豪门他不玩，就是老一套，大家看多了可能会有点视觉疲劳啊。但是玩一些花里胡哨的团队呢，他硬件又不行啊，就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打不出效果啊，你没硬件的支撑很难去打出效果的啊，所以说我很纠结啊，一个是老一套，一个是没效果啊，做的时候就不好做，哎，就喜欢观战皇这种团队啊，硬件咱不说是最顶尖的，但是也不差啊，玩的阵容呢又是这种，哎，比较少见啊，就这种素材啊太少了啊，真的是太少了，就是你碰上了啊也就做一做啊，你碰不上也没办法。现在是一个封天界啊，双方的输出也是进一步的增加，给到双方的压力都比较的大了，唯独是对战方面伤呀，这个立地斧你白爪一下，我看看这个伤害呗，好不好呀，你不然你腐蚀毒你毒不出来。对面还有一个特点，一旦点倒以后手里有灵元，它是可以相当于啊实现无限延长啊，点倒你三个回合，再延长你四个回合，有一点灵元就能延长你四个回合啊，就点你一次七个回合，点你一次七个回合，这你受得了啊，点你一次七个回合你受得了。哎呦，观战皇唯独观战皇输出也不差了，打到后期啊地府灵元攒起来了，那更恐怖啊，你可以说是一倒地20-30回合。龙哥继续卷，对面要崩呀，哥哥！哎呦，这狮驼配龙宫有点猛。啊，不怎么样，不差的啊，不怎么样，硬件不差。哎呦，观战皇这龙宫配狮驼有点吓人啊！对面化身四现在都有危险，舍身取义，啊，是最好的。先招了一个宝宝，看这个样子对面是想慈航啊，他化身死不给自己舍身取义，选择出宝宝，他就是憋着一股劲儿想慈航了，两个隐身宝宝换出来，观战皇宝宝还带感知的，狮驼龙宫现在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隐身宝宝，那对面就有机会死，正好可以拉起一个满血的化身死和一个立地斧，100万里啊，这一波如果神木倒地对面再辞的话那就更爽了，还能拉起一个满血，哎，观战皇缓了一回合伤害，换叶罗刹龙宫别秒啊，换了个叶罗刹，玩心眼啊，心眼很多，他们这些指挥10000个心眼，业务清晨对面难受了呀，哈哈，对战皇拉起立地斧，先把这个闪闪亮亮处理掉。啊，日月乾坤套宝宝没有去套立地斧，我感觉应该把立地斧给他套一下。啊，
神木秒出来，哎呦，哎神了，可以，神木秒出来，这个宝宝这估计留不住了呀，神了一下，哎呦，这一下没神用啊，这个还得让人家吃啊，还是得让人家吃。对面没能拉起来，难道是对战方的五号位拉的女儿村？被日月乾坤套中了以后没拉起女儿，鬼眼打伤，可以，观战方能不能一回合把他宝宝给他惊干了？狮驼先变身，两个龙宫，一个有鬼眼，前排宝宝有一个有感知的，被秒死了，好像清不掉啊，这个就清不掉了。后排龙宫又补宝宝了，他没秒。对面这回用三号位去拉起女儿村，女儿村这回伺候。嗯，那双方再来呗，重新再来吧。对面还得点啊，各有各的优势。观战方这边是面伤爆炸啊，对战方是一旦点倒你，你会长时间的站不起来。我看这个利迪虎手里魅力源，先力加上龙卷雨击，再秒3500、3100，对战方要这么个玩下去，他好像还是扛不住呀。你干有慈航也没有用啊，前排宝宝站不住啊，人物又被疯狂的，哎呦，这一个风系一个武装干怎么这么厉害啊，命中率好高呀，这武装六到无量，继续挠一挠，起龙战啊，起龙战鱼也，趁着现在对面没输出啊，观战方这边龙战约起一起，加速自己一个进攻效率。尽快的把对战方这些隐身宝宝给他处理掉。啊，地府的孩子再给后排的龙宫打个鬼眼。哎呦，对面又驱散。那驱散也得打。啊，他驱他的，你打你的。大家谁也不耽误谁。秒不到宝宝了，哎呀，秒不到宝宝呀！对面又别又憋着一股劲儿，慈航啊，先罗他一手吧，要哎，选择换了一个地钉，想要反杀一手，战敌加上，哎，这个将了观教方一军啊，哎，给你出了个地钉，你武装官不能控制了啊，你得扔尺子了。小死亡对战方想反点，没挂中，战敌再加上，对战方给搞这一套，观战万象，狮驼岭能不能扛得住？不太好扛，稍微出个暴击，狮驼就没了。嗯，吸收了，吸收了。带着玄骨星盘，嗯，这师徒伤害超高的啊！这一波面伤下去，感觉对战方又要被团灭了。两位龙宫大哥，一秒。李地府倒地，再秒，女儿村也没，对面节奏打不出来啊！这李地府，他没有那种点的爆发，
啊，他们有点的爆发他就不好点。那比如说大唐，我血量稍微恢复恢复我就能扫了啊，狮驼好歹有个连环击，但是立地斧啊，就是点的爆发它是没有的啊，就是点杀打面伤将就着能用啊，打点杀是实在不行啊。他又是一个尸体单位，他没愤怒啊，就破血他也放不出来啊。这个时候观战荒也换了一个地厅啊，你有我也有，给你尝尝滋味啊。对面疯狂的给宝宝去卡药，来天地同寿保一下，一手无魂扔给狮驼，对战荒还是怕呀，那废话肯定怕嘛。渡劫金身保一下，狮驼假战敌不飞了。哎，我怎么感觉你还不如飞一下呢啊，对面就这一口气了。关照万象四息的，哎，宝宝飞掉化身倒地250，再来一下320，对面地府倒地，就剩下个神木秒不到，还有俩龙宫秒过去，团灭结束了呀。啊，哎哎，拉起立地斧再出隐身宝宝。哎，你这两个宝宝啊啊，因为打到最后这宝宝神位概率稍微高一些啊，这大家也都知道。啊，继续驱散保护自己的隐身宝宝。狮驼接着飞，龙宫起龙战呀，把伤害提一提。磨刀不误砍柴工，再神一个，力劈先把地厅清掉。队长皇拉起女儿，好像又能吃了。关长皇还有没有叶罗刹？哎，又吃出来了，这个又吃出来了。现在很危险呀，关键是啊，一旦被对面点倒一个就难受了呀。啊，两个立地斧两个地斧现在手里都是有啊，白爪挠一挠，刮痧啊，刮痧，两个地斧现在手里都有零元啊，等到24回合又有零元啊，一个立地斧2.0元，4.0元的话可以延长8个回合啊，再加上小死亡的3个回合，就相当于倒地11个回合。你11个回合，人家又能赶上8回合的1.0元，又能延长4个回合，啊，那就是16个回，啊，就15个回合啊，就现在关照皇只要随便倒一个就15个回合，啊，被小爽点倒就15个回合过去了，啊，这就是两个地府的恐怖之处，啊，就问你吓不吓人，啊，很吓人，所以关照皇这边也得小心谨慎啊。这么个节奏打下去倒是没问题，嗯，只要不被点死，注意保护自己的人物的血量。前排宝宝，哎，再飞一对儿可以，节奏还在。对面宝宝他永远不成型，他就得永远换宝宝，继续换。嗯，对面能有多少隐身宝宝呀？啊，一人带两个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哎，关长风保护自己血量，来一手大推6到5量，只能挠宝宝，挠一下没威力。这比赛才刺激啊，才有意思。岁月强控武装，两个反正观战方这边狮驼得先变身啊，狮驼得先变身，队长方保不出拳就局势就能稳得住。小扫来点了立地斧，有没有破血的愤怒啊？因为站起来没多长时间啊，感觉愤怒不一定够。哎，6道继续挠，贴了一下保护，宝宝还神了，这点血对面搞不死呀。
吓人，7000多。哎，这就相当于是神木单点把观澜皇石陀给点死了啊，跟莉莉芙关系不大。莉莉芙也就挠了1000多血，这一下石陀站不起来啊。刚才给大家算过啊，石陀一倒地15个回合啊，15个回合起步延长啊，1人2.0元啊，1人2.0元。延长8个回合，小死亡3个回合，11个。完了，等到32回合的时候，观战皇石陀还没站起来呢，啊，对面又得到了心灵远了，还能再延长你一次，一延长就4个回合，啊，再加4个，15个回合，啊，站起来都40个回合了，黄花菜都凉了，啊，站起来的时候40个回合了，再给延长扔一扔。那现在观战皇就是4打5，现在就是4打5，再给你延长。哎呦，这个对面这个爽啊！关键是这个地府手里还有1点灵元呢。有人问我小嫂为什么是3个回合，因为观战皇化神寺点了慈心，他可以提前2回合拉起来啊，那5回合小嫂不就变成3回合了吗？啊，这个时候对战皇又换地听，大哥你不会翻盘吧？2个龙宫，这个时候起了龙战于野啊，没了师徒伤害肯定是不够的啊，龙战于野得立一立。一旦对面接了罗汉，观战皇2个龙宫就废了呀。防2个法系好防啊，尤其是2个没有爆发的龙宫，防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哎，又是一手延长扔出来了。那你石陀躺着吧，马上就32回合了啊，一点崭新的灵元马上就要到位了。尺子啊，做一下防守。白爪继续挠，这场比赛啊，莉莉芙最大的作用就是延长，最大的作用就是延长，别的作用至于上来挠挠这么两下啊，说句实话真的是不痛不痒。秒过去600、700，又龙战于野呀！啊，1100、1300，对面罗汉一盖，你根本秒不动啊！没了师徒，单882个龙宫太难了。还是那句话，人家夫子庙也不是那种啊普通服务器，也是稍微有一些实力的。每个月、每年吧，啊，这。每年也能进那么几次16强啊，就是一个不太稳定的16强团队啊，有的时候进不去嘛。对面罗汉盖出来，咱们看一下这2个龙宫的数据。斗心机，队长方缓下来了啊，点杀一个就缓下来，9层风铃，想搞事情。再被对面点倒一个，观战皇就走远了啊，这也就是国标的一种防守反击的能力啊，但确实比较强。效力再给一给，哎，地府一毒，6道上来一挠，
蛇卡读不着。混元散做防守，两个龙骨不秒啊，进入防守阶段，秒也秒不动的啊，秒不动的。你顶着龙战啊，就人家没罗汉，后排龙宫啊，就是个狮城魔王秒过去，秒600-700，顶着罗汉你秒多300-400，那你还不如不秒了。小死亡，再挂一个龙宫，看看怎么来点吧啊。还是那句话啊，对战风这个国标他也不太好点啊，不太好点。2900，风卷残云，9层风铃，5400，直接倒。前排龙空163触发的也差不多了，又倒一个啊，32回合刚好双眼啊，一人眼2回合，4个回合，这龙空也得在地上躺7个回合啊，这狮驼接着躺着吧，狮驼接着躺着吧。啊，一手双眼，1800，这一波有163有先例，伤害还高一些，也加固了战神宝典，战神宝典先例龙战鱼眼，对面罗汉也结束了啊，稍微有一些数据了，刚才正好又触发163了啊，163它是也是有一个伤害加成的啊，但是队长方又把罗汉给盖出来，现在对面鸟儿村为所欲为了啊，没人能管得了。继续双眼，这哥俩两个地贴，对面地贴这么多的吗？哦，夫子庙有点强的啊，你看人家这地贴不少，被随到一个，但还有一个，啊，观察方也是盖了一手罗汉防一防，那两个宝宝神的呀啊，把观战方直接神崩了，破血狂锅3200，后排龙宫没了，1300，最后一下龙宫，哎，163又触发了，但是对面触发反连龙宫也没了，3个输出全部倒地，对面没有丝毫的压力。啊，关张这回输了呀！啊，那关张方是没有慈航的条件啊。首先，武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配慈航这么一个特技啊。其次，你也没医术呀。比赛时长又超了啊，也没办法，超就超了吧啊，这比赛主要是打的确实有点意思啊，这没法解，我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能把这回合给你剪掉啊，这没法剪啊。哎呦，这狮驼呀，终于可以站起来了，终于是可以站起来了，狮驼啊。对面场上有老六啊，观战方这边也是直接走了一把九凡青莲去做预防。6道无量，再挠一个3400。里皮华山，武装。没人贴保护，
直接没了，武装也没了，也是中了小死亡倒地。现在你单巴巴拉起个狮驼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武装都没了，没有人给狮驼和龙宫去保驾护航。岁月强空化身色，对面小房可以接着点呗。哎，冠将方给自己化身色强卡了一个五龙丹，预判了一波。化身色能够活出这口血来，但是好像这个狮驼的速度快一些，先飞出去，爆炸的狮驼长时间倒地啊。哎呦，被挠了6400，这狮驼全力加连，没什么防御的，再次小死亡倒地。哎呦，触发法连，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呀。可惜了但这比赛素材不错，有翻盘，有双龙弓，有力地虎，有无限延长必要的因素都是有的。最起码是看点有了吧。对面又是一个地厅，这多少个了出的也七八个了吧。白爪就这么个伤害将就吧只能说将就吧好的一点，他不需要休息他不需要休息，而且可以配合自己的国标的地府辅助地府去进行一个延长所以说有利有弊有利有弊有利有弊，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就像狮驼就纯粹我就是个输出也就是偶尔可以象形控制一下充当一点点的缝隙吧也就偶尔象形一下它还是比较纯粹的，那这立地府不纯粹还有一定的辅助功能。化身色没上线强行灵元推口扛一扛对面的地厅，战力加上，有渡劫金身。关照玩笑，3300，倒一对儿，孩子也没了，哎呦，15000，龙龟也没团灭了，团灭了，拜拜。